内李贤瑞在签售会上的表情变化引发粉丝们热议。据了解，当天贤瑞先是在便条纸上写了我爱 Dive， 然而这时工作人员却将纸条拿走，让贤瑞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，并可怜兮兮地看着工作人员。不过其实工作人员并不是要将纸条收走，而是要将纸条贴在贤瑞眼前的透明隔板上。得知工作人员的用意后，贤瑞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贤瑞可爱的表情变化让粉丝看到后都被融化，纷纷表示贤瑞完全就是个孩子，真的太可爱了，好想全力保护他。